莲是哪位？其实阿莲是你那个老保姆、啊，阿莲是他讲的，他说是真的，从头到尾都是他讲。我跟你讲，他说你跟阿莲、哎，阿莲来回来看你敲锣打鼓，跟你洗澡，还给你唱山歌。你们在机场法式热吻那段影片是谁流传？来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了。法式机场，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位先生，好不好？哎，你也知道，如果你说我要靠他赚钱啊，其实不必。我入行37年，我跟你说啊。他如果不是来我们家叉债，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家有保姆？我为了你的面子，我故意哦帮他改个化名。你要逼我讲出他真正的名字吗？叫什么？阿如。你看又变阿如了，又变阿如了。我是为了保护他的隐私。算了啦，这个不要再逼问他，这毕竟是成年往事了，难堪的过去了。怎么难堪？